的这个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720，落地质量、腾空高度做得更好。你看，他就非常准确的在进入到非技巧动作之前，前面的技巧动作有一个清晰有控制的落地结束以后，再去开始每一个动作之前交代的清清楚楚，而且还没有过长的停顿，恰到好处。他这套节操的完成分会高一些，确实是质量很好。山东选手苏伟德